北部的三个朋友可以讲说，那我想肤色的有些程度里面看得出来谁在北部，谁在东部。那你知道，就是这个嫩白系列的，就是我，什么是四天啊，圣贤对，因为我们其实有设定主题的，就是专务乐会之原住民歌手之夜，所以你们刚刚听到的歌都是很棒的原住民歌手的作品，或是他们创作，刚上两首都是创作的。低空飞过，然后那时候就想说，好，就找原住民创作歌手，我们就一直在想，或者是原住民的歌，那我们三个人合唱要唱什么呢？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大家还记得我是一个原住民吗？并且我是一个原住民歌手，就是没有要挑我的歌，你们可以唱吗？可以唱吗？一起对话吗？耶、yeah, ！欢迎四姐，还有四姐。就是告诉我，开玩笑的啦，你是因为在我心中是一个什么时候，但是非常厉害的人物，怎样？就是很厉害的人物，就是曾静雯，怎么啦？好了，你非常棒，耶！大家觉得他，我有事有一个我的就是那个音乐要放下来，差点要跳卡平。不是，是来的，不是，是两位跳舞，你们是来就哇耶！ Yeah! 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这么厉害的嘉宾，来当我的演唱会嘉宾。好，那真的谢谢你喽。好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那当然，这一首是你。你又是重来，重来，你是你的回忆就不行。对啊。Yes。那你们远方的你是否也偶尔想起？
因为我很讨厌唱歌，因为到副歌很容易破音，再加上很容易唱不了，因为这是一首很感人的歌。那可以称赞他，把他称赞的体无完肤，是这样用的吗？可以把他称赞的体无完肤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是今年最佳金曲作曲人。黄建文写的，对，我觉得他早就应该要得奖，对，只是因为可能唱到他歌的歌手的人我很不红，所以叫我们不知道。应该不是，别这样说，因为可能刚好那时候，经济不好。你说就没有钱买唱片是不是？就是可能，因为每个人在每一年都是有自己的运气的，像我今年就在这个小三六，我就运气非常好，因为你们看到我，你们等下去买乐透一定会中大奖。Okay.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小帅，叫赵成猫，因为本人很穷，但是我身旁人都很有钱，我只能每次跟我朋友，给我1000块嘛，直接伸手，好，我要呛你。等一下，我好不容易感谢你。好了，对不起，对啊，我们重新一次嘛。OK。怎么像综艺梗？没有没有，可能可以，因为盛前昨天我们练到12点，我自告奋勇说要再来回家，然后他说他本来对这首歌他知道，但是没有到很熟悉，但是他听他认真听的时候，其实是觉得很感动的。就有时候是客套话。没有，这首歌是。可不可以是真的关掉他的麦都？好了，关掉。这不是客套，但是我在听的时候就有点想妈妈，可是一回到家看妈妈，又觉得还好。因为他的车的时候就好像妈妈，所以好像是这里都没看妈妈，因为都在排练表演嘛。但是一回到家听到妈妈打呼声，哦，还好了。你有没有什么见不到很想念的吗？见不到很想念的，应该是金钱吧。有钱，钱财， okay, 钱就是你的母母。OK， 很势利的一个小孩。那是你吗？真的很想念见到。稍微讲一下嘛，就但是因为时间都被他弄走了。我四爷看起来也是没肝没肾没血。没有啊，你太夸张了。没肝的音乐。没肝扣肉。没有了，有啊有啊。对，好像我就是外公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。是对。这样讲感觉我很像很没有那个内涵的人，好了，其实我也想念玩嘛。不是，我讲这个只是希望说我们。你敢活着，那是一个趣事。然后有点爷爷。因为外婆跟奶奶啊。反正阿妈那个。如果我讲错话，那个活着不好意思，收回。录影上传，陈真。OK， 好，这首歌叫《母母》，然后希望我们在玩闹之余。在认真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心里想着我们很想念的内容，然后他永远会在你心里面，然后陪你们唱这首歌，好害怕。OK， 默默送给大家。